啟德又有一個新盤大減價，由嘉華國際、貝德豐同中國海運合作發展的啟德海灣，昨日就更新了新的價單，新增了優惠，變相減價，幅度是29%-38%。今次推出這批50伙的價單有不同折扣，平均折實的尺價是17,384元，對比上個啟德跑道區所有樓盤，這口價錢應該是最抵買的。就算是隔離柏偉森，除了第一批價單平過佢之外，以後出嘅價都係貴過佢。揸盤人嘉華國際表示，今次不計成本咁樣炸起個市場，只求回本，強調唔會囤積個貨源，希望做到貨源輪轉。佢都睇好未來美聯儲嗰邊減息對市場有正面嘅作用。呢批單位嘅減幅比去年十月推出嗰陣時仲要減多兩成。入場費最低的單位就是 EA 座一樓 N， 就228尺一房間價，折實價是460萬，兩房折實最便宜的入場價是688萬，以現市價買入，預計的租值大概是3.5厘。發展商減價除了代表他有決心去貨之外，在銷售策略層面是直擊未來會賣的天曬天和維港商住，即是他擲好個碼等人來。我們看回樓盤的基本資料，啟德海灣位於啟德成豐道15號，整個啟德海灣分為兩期，總數就2138伙。首先推的第一期涉及1017伙，户型涵蓋一房去到三房，預計的關鍵日期是2025年3月31日。這邊最大的賣點就是位於啟德34號網和近個避風塘海灣，即是有少少海望翻個內海景，環境相對嚟講清幽。這個項目在2023年10月首次開價，賣了將近一年，現時賣出的單位就不算特別多，今次減價一嚟去庫存，二嚟直擊嚟緊會開價的天曬天同埋維港商住，對於買家嚟講，市場多了幾個選擇是一個好事。如果對港區真係有興趣，可以打開個地圖，正立角慢慢睇。今日時間就係咁多，我哋會知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